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我们在尔湾的北部一个铁门小区来看一栋非常不错的二手房哈。那这栋房子呢，前两天我有发微博和朋友圈，发完之后呢，很多很多小伙伴咨询，所以呢，我就为这些小伙伴们来拍一下。那这个房子的售价是175万，六房4.5卫，4039尺的居住面积，占地6360尺。那这边的学区呢非常好，是北牧小学、北牧高中，还有 Sierra Vista 的初中是9分的初中，所以是学区基本都是10分9分的学区哈。那这个房子整个的屋况非常好，那铺了木地板呐、啊，还有它里面的重新刷漆、重新装修的建筑啊，包括外面做的庭院，并且这个房子呢是一个 corner house， 就是位于边角的，所以边角的房子呢一般采光比较好，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邻居，隐私也比较好。而且我这个房子对面也没有邻居，对面呢就是这个社区的公园，基本你过个马路就是社区公园了。那整个社区呢也是非常多的绿化，非常的安静，鸟语花香，绿意盎然的感觉哈。真希望你们可以来到现场来看一下，来不到现场没关系，看一下我的视频也可以的。
房屋感兴趣的话记得联系我，我是 Mina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